生气之后很伤心。哇，这么严重，那疑是银河落九天又怎么讲？杨老师伤心之后开始长白头发，疑是银河落九天，白毛女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多白头发。是的，然后他就天门中断楚江开。这是杨老师的生气之后，他没完没了的皱眉头，额头上好大一个印啊。还有吗？当然有，碧水东流至此回，你知道什么回事吗？杨老师又伤心的哭了。不是，杨老师皱完眉头不小心把他的绿茶打翻了，哗，碧水东流至此回。我还以为杨老师变成林妹妹了。最后一句，孤帆一片日边来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杨老师又被我们气得长白头发了。不是，杨老师乘着帆船从西天灵山请来了如来佛祖。为啥？还能为啥？这是我们这些孙猴子们。阿弥陀佛。斯丽娜，你还记得高适的诗吗？记得。高适的诗是说今晚杨老师的表演